언제든 어디서든 준비돼 있다. 근데 요즘 뭐가 트렌드인데 관심 없어. 스킨케어, 메이크업, 코디, 헤어스타일까지. 아, 我是光头。 우리 광头 最近也代言医美诊所，这一代言不得了，韩剑调出大 S 现身放闪，吴恒老公好帅哦，小 S 也大赞姐夫怎么会那么有男人味啦，让网友笑说，看来某母子看完这新闻，一个要连夜拔罐，一个则是连夜印照片，而会这么说是因为前几天，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创新，啊，我可以去医院，我有时间吗？ 就是这么拼过来的，20年前在俏江南我是坐着轮椅，我刚刚自己治疗的，我没有时间，真的没有时间，我分秒必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不卖惨，我坚决不是卖惨，我只是告诉大家，你看我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还在工作。这是我办公室唯一一张照片，永远贴在我墙上。 大家看，这是唯一的这个办公室的一张照片，这是贴我墙上的，每天给了我很多生活动力，我的这个工作动力。관심 없어.